我什么都应该会，如果我不会的我就去学，如果我不足的我就去弥补，这样才是一个艺人应该有的。因为虚拟偶像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其实看不到现实世界中的他们，对吧？对，就可以有更多的幻想，对吧？而且虚拟偶像其实理论上来说是不灭的嘛，对吧？怎么会不灭？就是只要那个形象还在，对吧？他就是就可以一直留在心中。女儿吧，就是我在养成一个就养成类的游戏嘛，就是你今天给她收集一些这样的素材，明天给她增加一些那样的色彩，然后就一点一点把她塑造成一个完整完美的人。我们的逻辑是，每一个虚拟偶像都其实是有真实的灵魂的，就是他是有自己的个性，然后有自己的人设，然后有自己的喜好，然后他是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。